一咬肉之请蟹，饕客独沾互射余味。一咬破皮鲜香肉汁瞬间喷出，超 juicy， 还蛮好吃的、啊，而且它没有肉腥味，嗯，汤汁很多。这喷汁的水煎包是来自台中公益路开业11年的互社鱼味，今年获得台北台中米其林指南2020必比登推荐，招牌菜就是生煎包、鲜肉跟翡翠两种口味。来自上海的创办人张俊，外公是上海饭店的点心师傅，20多年前来台后苦寻那家乡中记忆的味道，回上海学习手艺，研发近3年的时间。在上海有两大流派，那一个就是清水派，另外是浑水派。所谓清水派就是面皮是全发酵的，那里面的内馅是没有糖汁的。浑水派是面皮是半发酵，那里面的内馅是有糖汁的。内馅的话，我们是有用猪皮跟鸡肉去熬那个皮冻。如果是到访互社鱼味，记得生煎鲍鱼小笼包可搭配自家朝天辣椒，加一点海味提鲜。不敢吃辣的就用糯米醋3、酱油1比例，配一些姜丝，一口吃下就是最道地的老上海吃法。